中欧各领域交往已迅速重启，正全面铺开。近期中欧之间的热络往来充分表明，双方虽然存在一些分歧，但更有沟通交流的强烈愿望，广泛深厚的共同利益。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，作为世界两大力量、两大市场、两大文明，我们愿同欧方一道推动中欧大交流、大合作，在交流合作中增信释宜、缩小分歧，以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为动荡的世界持续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。